这是哪儿啊？唐总来这儿干什么？啊，这是李师傅徒弟莫非的家。唐总经常来找他吗？这个我不是特别了解。那他来这干什么呀？要带他一起去苏州？那个我也不是特别了解。你天天跟在唐总身边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哎，夏总监，你也知道唐总这人脾气吧？我们现在是要去确定新装发布会的工艺问题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我想唐总他一定是有自己的计划。您看啊，莫非是李师傅的徒弟，对吧？对，对吧？一定是这样的。其实你用棉布做蜡染还是差了点儿。那什么布最好？印度尼西亚有一种布，是用真丝和法国制造的高织棉做成的布料，既像肌肤一样的柔滑，又非常的有质感。你有兴趣吗？当然有啊。这就对了，设计师就应该这样。要不然你来我们凯曼吧，我们凯曼要什么有什么，我可以给你最好的待遇。嗯，谢谢，我不感兴趣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可能是在跟莫非聊什么事儿吧。有没有唐总自己开车来过这儿，而你却不知道的时候？当然没有了。哎，唐总来了。走吧，去绣坊。好的，老板。